这会儿没有人了，你能想到吗？啊、给大家拍一个完全体的这个展示的效果啊，关于沈阳北站华润置地中环乐府做的这种视频的宣传片，还得是人华润啊，做这个东西，所有华润的楼盘周边有什么东西都会标出来了。地铁、高铁、商业，然后园区是无缝衔接的。这个我刚才看的时候其实挺有感触的，就是它的这个入户回家的这个大堂很漂亮，中轴的前厅，然后会所，这个下沉式的花房，3000平，达成空间与光影的艺术。